到底是谁欺骗了谁？他不会骗人，是我，是我自作主张，跟他无关。看来是你们两个骗了我。既然你们姐妹同心，那就一起受罚。 不要！不要！姑姑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追究的吗？我答应过你，我答应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。他们两个，你想让谁生，想让谁死？把他们两个都放了，祸是我闯的，我连累他们，要耍要剐，冲我一个人来！闭嘴！这是我的地方。 这个地方是我说了算，一切都要由我来安排。说吧，谁生谁死？我要他们都活着。别！别！姑姑，姑姑，放了他们！ 求他！杀！求他不要！你也反了吗？ 请你不要再杀人了，好不好？我的法杖在你手里是没有用的。
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规矩？为什么要叫他们爱？他们全都是你害死的。杀人的不是我，杀生之前在你手上。你选的是最下下策。你的上上策是让所有的人都死吗？谁对谁错，你心里不清楚。你最后还是胜利了，怎么不开心呢？我要为他们造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，难道我错了吗？可是你快乐吗？他们快乐吗？我不想他们跟我一样的痛苦。所以你就消灭他们。你一生的心血是为了谁呀？琼楼玉宇，金碧辉煌，见来何用？你回来是来嘲笑我的吗？你不是说要成佛吗？我心中还系着你，哪能成佛？其实我一直在看着你，是你没有发现而已。难道是我错了吗？没有疼的爱，不是真爱，我怎能不疼呢？一起走吧。
等一下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吧？你们都好吧？没事吧？啊？好。都可以。公子，为什么死了呢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要没事就好。起来吧，孩子们。谢谢姑姑。这里以后就交给你了。你有勇气反对我，应该有勇气接受吧。该走了吧。今天我美吗？美。牡丹，你说呢？美。姑姑今天最美。你的话我最相信。是二位姐等着你呢。去吧。少阳，你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，还有什么事要留下来吗？少姐，他跟我成亲是假装的，他也并不是真的爱我。可是你爱上他了，是吗？翠竹也爱上他了，是不是？朱公子都清楚吧？嗯。好风流。朱公子如果想留在这里，和翠竹完成婚事，又或者和牡丹一起享其人之福，我都没有意见。但是，请你。不要把我拉去你这趟浑水，我不像他们一样天真。你们不用担心，从今往后，你们男女之间的情情爱爱，我都不会干涉。我祝福你们，百子千孙。啊！
被芍药姑娘看穿了。对，小生要是还留在这儿，确实是个祸事。我回来是为了救牡丹妹妹，她现在平安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我还得进京赶考呢，告辞，大英雄，告辞。谢谢你，这段时间假装的那么好。牡丹，对不起，还是没能把你带到城市看一下。公子，我不想回去了。好好待人家。谢谢公子。我都感受到了，但是我不敢接受，我不能让你为我牺牲一辈子。你出去是要看一番事业，我没有。没有勇气跟你在一起，今生没有缘分，下辈子吧。我等你。知道这些话，不可以再让他接受。